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超写实战场模拟器，一点都不写实的模拟器。好，我们上一集呢，已经把这个第一张地图所有关卡全部都玩完了，总共十个关卡。接下来呢，第二张关卡呢，总共有62个哦，老头数过了，有点夸张哦。那老头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拍啊？还是说就加减拍个一些重点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就是会比较久就是了啊、哦。反正不管，反正就是先玩看看啊，玩到后面看状况再决定啊、哦，要怎么去做连载，好不好？好吧。那么呢，老头本来这个第一关已经玩过了，不过再玩一次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再玩一次给你们看，就是从这张第二张地图玩啊、哦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哦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，就是说你可以沿用以前系列的，有没有到维京人，通通都可以使用。然后呢，3000块给你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原金，这个维京人怎么感觉好像用什么？用头去攻击是不是？哎，这些维京人好屌哦，手上没有拿任何武器，头就是他的武器这样子。而且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战船1000块而已啊、哦，这么便宜啊、哦！啊，对手是谁啊？啊，对手是站在树上的，我靠，全部都站在树上，那么屌、啊。没问题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样子随便弄看看好了。Go， 杀！我、哦、用撞的啊，用撞的啊！我的战船的人下来了，插死他！我靠，斧兵一敲一只，我、哦、看这个很凶，这個、很凶。啊不，挥下去就对了，管他妈妈嫁给谁！我、哦、靠，超强！挥下去，挥下去，挥下去，没挥到啊，哥哥！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解决了。剩下在哪里？剩下在这边。我们弓箭手慢慢射呢，来把冰柱。哇，11只。哇，12只，那、啊、剩下我们狂战士了。哎呀，哎、啊，你们在干嘛啦？攻击啊，等什么？我靠，你的手是这样，怎么变这样子？靠下去，对，没有错。哇，差2支箭没事的，撑住。哎呀，呀塞，妈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，为什么是我输？哈哈。干他妈的，气死人了！好，这个弓箭手不要。啊，可恶，不能弄扭扭。我觉得呢，其实最好对付的方法，应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吧。都用比较硬一点的。哇塞，狂战士会跳起来啊、哦！哇，超级。超级狂战士呢？哦，再跳一次，再跳一次，靠，好废啊、哦，死了，靠死他！快点，挥一刀一只，哎、欸，没有错，再一只，再一刀一只，哇，石头挥我都没用，靠下去，哈哈哈！来，干什么？哎、啊，干没有挥到。哎、欸，也没有丢到，智障！哎、欸，死了！哎、欸，没死！看，有了！干，还蛮好笑的。其实第一关这样玩起来蛮好笑的。哎、欸，那维京人其实蛮强的哎、欸。然后这一关呢，一堆草叉勇士跟我们的这个草虫勇士，240。我们全部都用狂战士看会不会怎样，好不好？一个大飞扑，哇！杀了他！让他们知道狂战士的厉害。完了，不行啦，那个查超勇士太硬了啦，血太多了。哇呀！啊，没啦，输了啦。这个不太行。好，我们狂战士一半就好了。另外一半的话呢，
哦，就来三只这个好了，好不？哎、欸，好，随便。哇，这个好像哈维哦。哇 ！Right, right。哇，那草叉勇士，我觉得应该又跟上一集一样，用魔法，用魔法打。可是我们这个维京人的维京人没有什么魔法，这可以用中世纪了，不是要那个骨头法师？骨头法师你在哪里？就是这个，哦，用这个打。那这边放个三只应该是绰绰有余，然后再搭配我们的维京人狂战士，哦，这就绝对错不了了，有机会。来，呜呼！快点，快放放！哇，这个很行！哇，大胜利，马上大胜利！哈哈哈哈！哇，这个 magic 这个黑魔法真的太强了！啊，这关是什么？一堆草叉勇士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一堆草虫勇士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、哦！全部都躲在这里，真简单啊！看到这些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可以放在上面吗？啊、哦，它这是可以放在上面的、啊，可是放在上面就打不到啦、啊。算了，放这里好了。银杯全部都用这个行不行？反正也就只有这一整坨嘛。咚，有没有？再来，哇，超帅！再来啊，全部连在一起。啊！要有点恶心的、欸、那个鹿头，没了吧？还有谁要打？那边躲一个哦、喔，赢了赢了赢了！看这看起来超可怕的，你们不觉得？全部都连在一起，怕！然后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边就只有两个小矮人，啊，其他地方没有哎、欸。然后120块，哎呦，完了不能用，只有120块哦，那要怎么对啊？180不行，这90只能招一只，120-60吧，这不行。那就这样子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哦吼哦吼！小孩打架，哈哈哈！小孩羞怕，来来来看谁？阿诺是无看过你哈？哦，哎呦！打！以牙还牙，哇，这样体技吧？可是还有最近看那个《啾啾冒险野狼》，怎么没有使出欧拉欧拉欧拉之类的？打赢了！学霸！哎、欸，没有，是我输啊、哦，靠腰。看一下，换一个原始人好了。哦，原始人好高，现在发现，靠死啊！哎、欸，摔死了！你那么废呀、啊？妈的，一个草叉，叉啊！啊！看太烂啦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这样不行啊！哇！啊！搞起来！快点！哇！用擒拿术！哇！这个擒拿术很厉害！哦 ，Yeah, boy！ 啊，掉下去了！啊，我另外一个人去哪里了？啊、已经死了！哇塞！为什么总是这样子啊？打！后面的飞扑失败，哎、欸，我赢了。但超莫名的，随便啦，下一关，这是什么？一群小矮人，小矮人，我还不给你开车，我撞下去，撞！哎，不要看到掉下去啊，白痴啊！开车开得很开心，这样子。哇那个直接180倒在地上，
欢乐西谷，我感觉好像就是我们那个野餐的餐车啊，然后一堆那种小屁孩啊，我要买饼干，我靠，要掉下去了，我要爆屁，完了输了，主要这里是怎样？感觉要打很久哎、欸，算了，要怎么打、啊？这个要怎么处理呢？狂战士飞扑，要飞大家一起飞扑。哇，这个姿势！哎呀呀我呀！哎呀呀我呀！哎呀我啊！哎呦，赢了！按照这个进度来看，大胜利！哇塞！嘿嘿嘿，哇，这个帅哦，这在空中这样子准备飞起来。哦，啊这一关呢？啊，这一关是精灵小乐手。哇，那这样怎么打？他们会走上来吗？他们应该是不会爬上来的那一种，我们会被他吸引下去吧？那这个要怎么处理？用飞的，反正用飞的我就不会掉下去了。哎、啊、靠，只有100块耶。只有100，尴尬了。这个100怎么玩啊？哎呀，这个有点难度哎、欸。盾兵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觉得赢的方法应该是把他们引下去吧。我掉下去，他们跟着掉下去，这样子。看一下吧，先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。哦，他们走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哈哈，超笨的，莫名就这样赢了，这样也可以啊，好吧，莫名其妙。啊，接下来呢？怎么会有人站在火堆上面啊？骷髅战士跟盾兵。骷髅战士会遁地，所以说我们在空战会比较好打，全部都空中的好了。他这样打不到我们了，看他飞的方式好笑、啊，冲刺，晒呀、啊，没关系，有残党，哎、欸，赢了，嘿、欸，果然我的判断是对的，刚才一冲。直接瞬间扫掉很多只，而且重点是他那招魔法没有打到我们，哎呀，有啦，有打到啦，少数的，好不好？少数的被 K 到这样子，然后这个一样是花100块一对一，那我用我们的维京人飞扑，扑死他，再撞一次，把他抓起来，刚他快点，撞他干什么？靠北居然被原神打输，这是耻辱！你别用小矮人。喂呀呀呀呀呀！行动敏捷啊，摔死了，活该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哎、为什么这些趴地上啊 ？What the？ 原始人狂战士对抗我们啊，维京人狂战士。他们爬在地上还可以攻击耶！我靠，这个打往小鸡鸡劈下去了。哇，这招帅，这个姿势很可以。什么？哦，中间这种比较大只啊？为什么？比较顽强吗？为什么感觉中间比较大只？是我错觉吗？这怎么打、啊？三只 ，biang， 哇，死光光，结束，太废了吧 ，bang， 这个不行，一看就知道不行，耶，不能召唤牛人，这个就只能先这样子。然后，这样子，咻，
蹦！完了，没塞。剑兵勇士上，烤死他们！完了。没塞，不行，这怎么打？总是差这么一点点。好，站远一点，有没有机会？我靠，这么狠，有没有机会？丢那个拿盾牌的、啊、白痴哦！这边死光光了，这个赢的几率有点，哎、欸，靠呗，又差那么一点点，啊，怎么都会这样差一点点呢？再一次，成猪啊！啊，又来啦！没关系，最起码我现在两个都存活了，有机会赢，有机会赢。哎、欸，对，剩下那几只掉到下面的，哎、欸，哇哇哇！然后这边哇，有没有？就只剩那一只原始人了，赢了，终于啊！我的天哪、啊、，Jesus Christ！ 哈哈哈！哇，终于打赢了，好吧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、哦。哎，个人觉得是不错玩，可是我觉得一集玩十关差不多，玩到后面真的是会有点精神折磨，好不好？那就今天到这里结束啦。OK， 如果你喜欢我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再见面了，拜拜。